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我本来这把想打一把校尉猛冲男枪的，没来得及换。这两天打了一支征服男枪，校尉男枪也还不错啊，能追人。但是这个战撸比较强，这个到后期战撸比较强。没有追击啊？啊，追击我看到了，脚皮嘛。哦，还有一个专拔掉毛的飞机，谢谢啊，专拔掉毛，感谢。你这起 ID 能不能正常一点？正常一点，好吧。希望你们已经有死于非。这个皮肤好看。这个枪是什么枪？想到好主意了吗？这红 buff 回血就是快。刷也舒服啊。2000万是什么福利？福利早就送过了，昨天。buff 摸不到我，哎呦，失误！健身中已经抓人了。我也抓一波。觉得走运吗？先帮一下这个石头人，好，我觉得他死了，这个线一下拉出来，两下他跑不了这个位置，哎，别挣扎了，红 buff 连住，好吧，来了，换我们两个死，他不亏了，再吃一波他的石甲虫。自己至于吗？那肯定至于啊，你这上来这种线我不抓一波吗？我野怪都抓完了，这不至于吗？哎呀，我靠，尴尬了。我 ace 你，我 ace 你，我 ace 你，我 A 死你，我 A 死你，兄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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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帮忙啊！我操，完了，我死了。烦。麻烦不断。感谢明媚美月的飞机。试试我吧。他应该吃石甲虫的，或者说我不应该跟他刚的。进杀绝。
少了我一个蓝 buff。那我发育还是可以的啊。无极。这剑圣17刀，哇33刀。差距很大好吧。我上去等会再抓一波，等这个石头人到6再抓一波。上路不见了，难道在我附近？应该不会。把头埋低，剑圣在下路。感谢黑鼻屎的飞机，谢谢黑鼻屎。这个剑圣喜欢抓人。我靠，亚索冲塔强杀他，还这么多血，恕我直言，这把好像队友有点小菜，有点小菜。龙没了，好痛，死不了呀，死不了，死不了，塔再打一下就好。感谢我超爱豆豆的飞机。龙没喽，这把有点失败，龙没控到，觉得走运吗？这个亚索有点嚣张，但我配合炸弹人真不好抓他。我怎么觉得炸弹人要死了？赶快，好像有机会。他没有闪的话，应该是死了。哎，不行！哎，回来还有一段，兄弟，必须得交闪。觉得这个剑圣在打河蝎，应该是在打河蝎的，我得赶快把这个蓝打了。果然，好，你死了，那不把你轰死啊？我炸弹人给了一个大招，要真跟他单挑的话，我还是蛮虚他的。我靠，这也太惨了吧！啊，麻烦不断，这满血击杀。太小了，想打我大鸟，这个人好过分啊。关键是你拿他还没办法，
我要抓一包，这必须要搞一包。好嚣张啊！这个风墙把我就挡了呀，叔叔，我得回家补一下装备了。我可没时间胡闹。感谢方糖，谢谢方糖的飞机啊，谢谢。回家，感谢张二狗，感谢西西最美。再来一个，又没了。为啥又是满血秒杀？完了，峡谷来了！哇，三个！我靠，这波得掉两个塔吗？这波得掉两个塔，快帮忙啊！没法，哦，还不来人，我真的是醉了。啊，又没了。好，这条火龙可以收一下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快快快快快快快，别怕，我在。看到一个。很好，管束，打龙打龙打龙，继续。他们那个没关系，有他在，我怕什么？有辅助在，我怕什么？对，上，没事，没错，有点难讲道理，你不死？喷死你！必须要火拼啊！但这个龙好像没办法了啊！我先去拿，感觉有点早死啊！算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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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小炮还是挺虎的。好，帮一波。哎，我觉得我这波可以直接打了。他亚索没血，这边只要没眼的话，收了。有眼吗？怎么感觉他也……先把这个收了吧。哦，大菠萝，大菠萝，大菠萝！这波我觉得有角度啊。没办法，一手风墙就把我治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我们中路太惨了，关键是他死没。他死的太多了，太快了，我也帮不了他。不过我们还有个石头人没参团啊。我靠！无限阵亡啊！我可没有挂。偷塔贼，
他已被我卡位，他没了，他没了，他在草丛里面回城，回不去的。我一个烟幕弹，关灯好吧。卡托罗，轰死你！哎，我这个爆发，开玩笑，我来了，有点忙不过来。好，还不走，这个凯特琳的人头我收掉。我已经断他后路了 ，nice。烟幕弹，好，一下，两下，挡，我看你怎么挡，一下，两下，对墙轰，炸死你！就问你猛不猛？拆塔。哎，好，行，够了，溜了，哎，好，可以，打得不错，溜了。感谢美月的飞机，谢谢赖美月。玩什么呢？我现在很虎。把下塔推了，感谢韩一霸，谢谢韩一霸。我这也不算张兵吧，这叫推线哦，压线。那个时候不是不能说等着队友在慢慢的磨兵，那我们这个塔就推不了了。这个不能算张兵。放松，伙计。我现在要推他塔，你说我这个兵能慢慢等队友来推吗？对吧？等不了啊！我们要把这个塔给拔了，推塔很重要的。男枪 gank 能力不行，但是这个强打推塔，哎。还是可以的。好，他已经被我绕后拦住了。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一个平 A 就是一炮。他这个平 A 跟别人不一样，哇，很痛，回城，痛不痛？高地收了，好火！感谢超爱豆豆的飞机，撤，拿龙，舒服，吃他蓝 buff， 收一条小龙回家，节奏完美。推塔型大爷说的没错。真的就是推大型大爷，你说你想他的 gank 能力是很弱的，所以他不推塔，他不强打，他能干什么？正面抓人太捞了。有个落单的小脆皮，这被我抓住就是一顿爆锤，两个也是放了个眼，我看看啊，歪了！哇，我这么能秒他的，怎么会歪了呢？
我靠，歪蛋！哎，这波真的是一打二双杀的呀，怎么会放歪呢？我受不了了。这失误大了呀，这失误太大了，双杀变成被杀，这个还送了一个这么肥的头，太伤了，这属于低级失误，低级失误你懂吗？这种失误真的是，来搞起来，好，后面这个一炮大菠萝冲刺，大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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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快快！大龙别追了，别追了！愣头愣头，全是愣头青，追到二塔，追到高地塔，追到基地塔。感谢真皮西瓜的两个飞机，谢谢真皮西瓜。哎，打这个塔不香吗？打这个塔不好，多稳。我已然绕后，你懂。怎么说嘛？这个穷途末路，你都看不懂的伤害，满血，好，规规矩矩，凯特琳满血，给他一个穷途末路。带走，他都没懂，他刚才一个反向翼我没有办法跑了，我必须得跟他换掉，这手穷途末路，他惊了，秒杀，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秒杀，感谢白花小松的飞机，谢谢。他感受到了来自格雷福斯的暴力，就问他怕不怕。感谢我的佣人送上的飞机，柴大中，直接惊了，穷途末路，烟幕弹，全部给我轰趴下，跑了一个跑了一个跑了一个，给他丢了一个，小龙杀了，他们三个瞬间被我按下去了，血量 boss 两个，男枪的这个 Q 技能啊是不可以放 E 的，但是你看我们可以放，哎，这是为什么你知道吗？教你们一个小技巧，比如说你 Q 接 E， 耶，不对啊，这是滑行途中 Q，知道什么叫滑行途中 Q 吗？不过他好像改了，他的技能机制好像改了。
跟以前好像不一样。你给我 A 到你就死了。一炮死，伤害很夸张的。大菠萝，哎，滑蛋 Q， 没错。